大家好，我是刘红云。今天呢，我再给大家分享一组董氏奇穴里，针对这个坐骨神经痛，还有腰椎部位的疼痛，还有这个大腿的酸麻胀痛的一组穴位，就是我们的金陵穴。金陵穴呢，它在我们的后背上，在我们的胸四、五、六，胸四、胸五、胸六，旁开六寸，在这个位置，三个穴位合在一起，叫做金陵穴。同样，这一组穴位呢，你可以用它刺血拔罐，也可以把它揉一揉，然后把它搓一搓，冲完血之后，一定是把它捏起来，然后用注射器针头快速的点刺放血。放完血了，然后挤点血出来就可以了。这一组穴位呢，专门就是针对这个大腿的问题，坐骨神经痛、腰椎这一带的疼痛，还有大腿的一个酸麻胀痛，针对这些病症它是特效。刺完血同样你也可以配合上针灸。那一般呢，你像坐骨神经痛啊、大腿这块疼痛，我们常用的你像这个灵骨大白呀、中九里呀、肩中啊这些穴位啊，刺血配上针灸，针对这个症状可以快速缓解，有些甚至是一次而愈。所以呢，如果大家有碰到这些情况，也可以按照我这个方法来试一试。如果大家喜欢针灸，喜欢董氏奇穴，请大家继续关注我。